结合，比如说品牌跟品牌之间的合作，来鼓励年轻人，给大家有一种信心，给大家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所以不同品牌的老板也都可以找你来商量一下，对对对，就是希望能够推广一种年轻人的态度。然后呢，其实在这个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有跟好几家这个慈善机构有做过合作，就是我们一起来办过活动，比如说 Kills。对，还有之前就是最近呢，上个礼拜的时间我已经做了这个 T 恤，所谓是你们看到的这个 JMJ Productions 的 T 恤，特别拿出来拍卖，然后在网络上拍卖，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因为我希望这个 T 恤可以算是代表今天这个 JMJ Productions 网站的诞生，最有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会。很开心。对 ，GMG Productions the choice is yours。对，主要是在这个。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video， 也是刚刚看到劳布老师帮我来在这个合作的一个舞蹈片段。哎，这舞步你会吗？这舞步，一会儿你不会啊？我没有那么厉害，我会一点点。然后这个呢，不只是兰博老师跟我一起合作，也找了这个在全亚洲华人世界鼎鼎大名的一个 MV 导演皮尔贾。如果看过我的杀手，看过我的 KO， 看过很多人的不同的这个 MV， 其实就是皮尔贾拍的，他帮我们拍摄这个不同特别的这个舞蹈片段，也代表了 JFJ 的精神。我选择用一个剪影。我没有显示他的脸，不是因为我觉得嫌他丑，真的不是。其实他很帅，他很帅。我是希望能够代表一个剪影，黑色的剪影，让大家感觉是比较有生命，然后也是有一个 free flow 的感觉，而且感觉上可以代表任何一位有动感的年轻人。对，今天这个精神就是 free flow， 是 freedom， 就是让大家有很大的空间去想象。所以今天这个限制是 limitless， 它没有限制。他们准备了自己写的生日歌，今天要清唱给你听。终于又到了这一天，那就是我亲爱春节的大日子，我在这里献上我最深的祝福，希望你永远开心幸福快乐。最后我诚心祝你生日快乐，也想要说我真的很爱你，希望你能够永远记得我。第一位帮我唱的蒋班亮唱，恭喜恭喜，谢谢你谢谢你，来这份饭也是你飙过酱酒。另外两位我们有没有海报？今天还有一位特别嘉宾，我们有请 Gucci 代表上来，有请。哇！好的了吗 ？Gucci man。Thank you so much. My birthday is next year. 来，我请你送给 JJ 好不好？来，送我的。哇，好可爱哦。黄色、黑色，都是你喜欢的颜色。就在这里。哇哦！什么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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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要的钱包了。昨天刚刚去 Gucci 的旗舰店，是不是？
我昨天去逛了，然后我一直看到这个爱不释手，你知道吗？可是后来没买，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在用 Gucci 了那个一个钱包，然后我就说、啊、好了，就先不要那么花钱，看省一下，省一下钱好了。可是一直就看到这个 design， 我觉得很棒，是很漂亮，对，上面有它的那个 monogram， 对对对，而且是蓝色，我很爱蓝色，对，蓝色比较特别一点点，就黑色可能就太沉，对，我比较可爱，比较适合我，是。对，因为你这是内裤也是蓝色嘛，对不对？哇，你颜色配的好好哦，估计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年纪还小，所以还有很多机会。我唱到一百岁，哇！唱到一千年以后。而且我觉得除了歌迷很疼你之外，就是公司其实也很疼你的。这个蛋糕是海月特地就设计，对，特地帮你做。而且我们今天呢，大家都先别急着走，因为每个人呢都可以拿到一块蛋糕，大家一起来。首先感谢。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唱生日歌，好不好？好。你起音。我起音啊。好。然后就你就不唱了，就啊，尽情享受。Happy birthday to you. 사랑해요이사람이달려온채워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사랑해요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万岁！